11月2日是主持人张大大的生日会上，张大大将亲民路线贯彻到底，为拉近和粉丝之间的距离，特设置游戏环节。在拍照技能 PK 中，张大大公主抱起幸运粉丝亲密合影，日常幽默的张大大与粉丝共玩含水演唱游戏，难度升级默契不减，经典游戏你画我猜引台下粉丝笑声不断，满眼都是表情包，粉丝们也直呼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大。豪华朋友圈阵容送上生日祝福 This is all 后，郭碧婷作为神秘嘉宾惊喜现身，还透露了和张大大相识的过程，以及和粉丝们分享了彼此做过的让对方最感动的事情。郭碧婷也送上了生日蛋糕，和全场粉丝们一起为张大大唱生日歌。张大大许下了今年的生日愿望，随即播放了粉丝祝福 VCR。 张大大十分感动粉丝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与厚爱，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还陪伴在身边。张大大也希望能做更多更好的节目回馈给粉丝们。